我要进螃蟹的门。进了吧你。啊，我进。那我去白色的门。只剩下白色的门了，我要不要进去看看呢？我进。哇，原来绿色的门里是春天的世界，好漂亮呀，有花还有小蝴蝶，我好喜欢这里呀。欢迎你来到春天的世界。难道你就是春天的精灵？没错。熊妹，你想要我的礼物吗？想。好，回答对我的问题，我就把礼物送给你。好，陈经理，你问吧。能不能告诉我一句关于春天的诗句？啊，春天有哪些诗句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啊，我知道了。春眠不觉晓，处处闻啼鸟。恭喜你，熊妹，回答正确。这是我给你的礼物，一片春天的绿叶。只要你拿起它，就会回到这个世界。哇，谢谢陈经理，我喜欢这个礼物。哦，我居然来到了海底世界，这里也太美了。啊，你是在河里生活的美人鱼吗？没错，是我。大宝，我要送给你一个礼物，但是你需要完成一个挑战，你愿意接受吗？我愿意。我们美人鱼喜欢美妙的歌声，大宝，如果你的歌声好，我就把美人鱼的眼泪送给你。好，嘿嘿，我要唱我最拿手的歌了。咖啡你冲不冲？冲冲冲冲冲！学习你冲不冲？冲冲冲冲冲！那作业来一波我的奖状，来一波。美人鱼，我唱完了，怎么样？好听吧？那可以把礼物给我了吗？给你，你快走。奇怪，我唱的到底是好听还是不好听呢？啊，好热呀！我怎么来了火山？热死我了！小贝，啊，火山睁开眼睛了。小贝，我是火山爷爷，你想要我的礼物吗？火山爷爷，你要给我什么礼物啊？一块可以一直发热的火山石。啊，那我冬天就不怕冷了，我想要。好，跳进火山里面，我就把火山石给你。什么？那我不要了。小贝姐姐，救救我，我好害怕。小雪别怕，我来了。这是怎么回事？这是对你的一点考验。小贝，你果然很勇敢，这块火山石是你的了。谢谢火山爷爷。啊，原来白色的门后是冰雪世界啊。好冷啊。小雪，你喜欢冰雪的世界吗？啊，是冰公主，我喜欢冰雪世界。那我送你一个礼物吧。给你，这是一片不会化的雪花，不过你要给我做一杯我喜欢的奶茶。没问题。怎么样，喜欢吗？不好喝，我想让它酸一点。啊，那我应该加什么让奶茶变酸呢？小朋友们，你们知道吗？快在评论区告诉我吧，我们下次再见。